这是什么？我们的气球呢？都掉了，气球全部都掉了。好，我们赶快去吃早餐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8:40。算是非常早起的一个时间，有吗？我们应该很少这么早起吧，像我们昨天睡到9点多还是想睡，今天其实也还想睡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夏都的这些设施，哇哦，高尔夫球旁边呢有非常棒的游泳池，瑞士燕麦优格，哦，蛋，那帮我用一点，这个好大吗？对，培根高丽菜，来，要不要？你要吃几个？我是最少4个，这个你要早餐肠吗？再加培根吧。星光码头那边，博尔我们等一下去啊，还是你觉得来不及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不是每次都来不及的。我们已经习惯来不及的节奏。太多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快要到这个图书馆了，高雄人极力推荐的图书馆。因为目前呢，我们觉得最漂亮的图书馆是新北市图，对不对？对。陈菊 VS 朱立伦 ，Let's go！ 很漂亮了，不是真的。后面是85道。好像书店哦，这个比你没有设计感吧。85大楼，你看，直接看到，哎，好扯，好扯。
我们现在呢结束了我们的图书馆行程，我们刚才查到一家鳝鱼意面，听说蛮好吃的，叫什么阿六的鳝鱼意面。从图书馆走大概5分钟过去，也在三多商圈附近。下次如果大家有想要看我们去哪里玩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尽量能够去这个地方玩。但是如果太远的话，请大家赞助我们，请大家赞助我们车钱啊，或是机票钱，我们就可以帮大家去玩。为什么要帮大家去玩？为什么大家不会自己去玩？好 ，OK， 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赶路 ，OK， 大家见啊。鳝鱼面70块，哎，谢谢。吃完鳝鱼意面，我觉得台南的幸福真的才是王道。下一个我们要吃的是老乡红茶牛奶。喝饮料的话是红茶牛奶吗？还有什么推荐什么吗？啊，如果吃的话，我们这间我们都会带你吃。好啊，要不要？来，送你一把。谢谢，美蛋。幸福的味道，没有很，就是这一家就是有点像那种冰咖啡的味道，三合一冰咖啡。你看，好浪费哦，超爱这个蛋汁的。你没有预期到它会有吃？我其实有预期，因为我知道它是半熟，可是我以为我会，你还是大意了。对。名字也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敢吃哇，那个八只八只整个爆出来，我觉得我超出期待。本来想说火腿蛋三明治有什么好吃的。Bye-bye.